真不想走啊，我还没有机会好好了解你们大家呢。也许你还不用走呢，亲爱的余晖硕硕，有些课程亲身学习更好，而你们就是更好的老师。星光熠熠，应该再多待几天，好好享受首映式吧。真是太好了，欢迎你！你能看到积极的一面了。该发生的总会发生，我就应该活在当下，是吧？是的。